这位患者主要是希望自己眼睛可以看起来大一点，明亮一点。经过评估以后，我发现他有一个严重的蒙古褶，还有双眼皮的高度比较偏低，于是我决定帮他做一个割双眼皮手术以及开眼头手术。大家好，我是 Debbie， 平时是一位护理师，假日也有在兼职做主持人的工作。我平常化妆的时候呢，我会贴双眼皮贴，让我的双眼皮变得比较厚、比较深邃。那眼头的部分，因为我自己也知道我的眼头比较宽，所以会在眼头前面画一条眼线。我目前最不满意的地方是我的双眼皮的部分，还有眼头的地方，因为我觉得眼睛的明亮呢，可以让整个人的感觉变得更好，也增加整个脸部的立体度。其实我想要割双眼皮已经想很久了，这是我一直以来想要完成的事情。那当初我在网络上搜寻有关割双眼皮的一些事情啊，还有哪一家诊所比较推荐跟优秀，比较之后呢，我选择了玉贵人，因为我喜欢他们医师的技术以及割出来的双眼皮，我觉得很好看。割双眼皮手术给东方人大概5到7mm 的高度设计一个切口，然后再把多余的皮肤以及脂肪肌肉去除掉，然后形成一个比较高比较深的一个双眼皮。那开眼头手术的话，则是把蒙古褶给切开，设计一个皮瓣，好，皮瓣转位之后，它的蒙古褶就会变得平顺，就不会遮住眼睛内侧的部分。开完以后，它就可以获得一个比较高比较深的双眼皮，然后又可以让原本眼睛的宽度加宽，这样看起来就会有一个明亮的感觉。大概3个月左右就可以完全的消肿，看起来就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双眼皮。有看出我的变化吗？没错，我已经做完双眼皮手术4个月喽。我现在很喜欢我的眼睛，眼睛是灵魂之窗，它必须要做一个改变的话，我需要选择一个很信赖的诊所。李子鹏医师非常的详细，我知道他一定会把我眼睛做得很漂亮，所以我很放心。眼头之后，我觉得我的眼型跟眼头比较像是欧美混血儿的感觉。术后呢，我的朋友每次看到我说，你是不是变了？你怎么变那么漂亮？哎，你的眼睛好大哦。从那次开始呢，我对自己更有自信了。这个东西我相信是每一个准备想要开眼头跟割双眼皮的女生最担心的一个困扰。那经由李医师的咨询之后，李医师告诉我，刚开始大家会有淡淡的粉红色的疤痕，那随着时间慢慢的演进，它的疤痕会变成淡淡的白色，其实上一点妆都看不到了。那在术后照顾的部分的话，记得不能揉眼睛。一般我们术后的前3天是建议可以先冰敷，然后3天之后开始改热敷，然后每天都要清洁伤口，然后大概在1周的时候拆线。开完眼头割完双眼皮之后，我都跟他们大推玉贵人诊所。除了李医师让人家觉得很安心放心的感觉之外呢，整个诊所的氛围也会让人觉得很放松。很重要的是，玉贵人诊所的医生都是整形外科的医生哦，所以我可以很放心的交给他们。